谢谢大家支持电影的屋顶。好，谢谢吴总。陈导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导。上海的媒体朋友，上海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给大家拜一个早年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，谢谢。谢谢，来一波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导演坐，一博坐，来，我们坐下聊吧。今天其实都是媒体同行了，其实很放松的一个。跟大家交流的时间，当然各位呢其实也很关注无名的进展，包括做拍摄的人也，毕竟呢咱们是在上海拍摄的，那同样在春节前我们还能跟大家去聊聊电影，这也是媒体很关注的一个话题。先从于总开始给大家打个招呼，拜个年吧，好吗？我昨天也提到过，他有足够的耐心，就是他，我们在现场其实我们偶尔会拍的比较多，我会一条一条的反复拍。他真的太敬业了，他没有任何，就是，而且他精力旺盛。我们试过连着拍他42个小时，无休的，42小时。我们因为时间安排的关系，我们曾经连续拍了他42个小时，他就始终仍然是非常投入的，非常礼貌、非常谦逊的在边上，等着我们不好光站好继续去拍摄。对，所以其实这次对我来说特别开心。我昨天也提到过，我特别想提前祝愿王一博转型成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天啊，我也插一句话，我觉得真的一博在这个戏当中一定会让大家看到你的努力，当然你未来的前途也会更好，因为潜心做演员，好好能够研究角色的演员一定会越走越远，越来越好，加油。谢谢谢谢。导演您请。一博是实现了他的转型，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电影演员。好的，一博。在整个拍摄的感受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，我觉得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个拍摄的感受，非常沉浸的去创作作品，每个人在剧组工作的时候都是很尊重演员、尊重作品的，所以说，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学习到的，也是我感受特别深的。而且啊，看海报的时候，因为当时跨年的时候，我说无名将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上映，已经就是点燃热潮，而且拉满了观众的这种期待值。而且知道跟梁朝伟先生有很多的对手戏，我们说双雄对决，给您印象深刻，你俩合作起来的感受又是什么呢？我知道还有打戏呢，挑战大吗？当然很大，会很紧张，刚开始拍的时候会很紧张，我差了很多，所以导演跟大姐就那时候就帮助我，让我迅速的去提升。但后来就是梁先生就特别的人特别的好，然后梁先生那种魅力会让我慢慢的放松下来，然后就很舒服。现在回想起那些打戏，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很幸福，能够跟梁先生那么近距离的去拍戏，还是上了一堂大师课，跟这么多好的演员一起来合作。当然媒体也很期待的一博在这个戏当中的精彩的表现，因为知道你很努力。因为看到其实三位在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拜年了。拜年了。哎呀，于总。